耶，大家早安。早安。猜猜看我们这样的装扮要去哪里呢？护目镜还有毛巾。猜猜看我们要去哪呢？要用多久啊？就是整理教室，整理教室，因为好天宫自己他那边本身就有工作人员，就是先帮忙整理一些木子的东西。对对对，所以这边整理起来其实也不会，大概三个小时多就差不多了啦。对，只是再擦一下，再整理一下，因为朝天宫那边的工作人员，因为他要整理全部三月十九要出去的自己的庙子，所以庙那个教子，所以他会整理时间可能不会那么的详细。对对对对。责任都担不起来。对啊，我度假看，这是国，应该是国中诶，度假有来。国中吓，国小阮唔使去。国中啊吼，大部分啊，大部分也是不可以。对啊。老师啊，因校长的讲好不准假，所以我们还是吼五点以后。好啊，稍微来哈撑一下哈，差不多四点半哈就可以就要走了。我们一般这样，小孩子不鼓励。不鼓励小孩子来抬脚。懂，那些小朋友应该都很难过，无法抖出。很难过嘛，无法抖啊。走走。来到金水条这，要来找会长联系。会长感觉阮刚会使成功。哎，会使。啊。好，安尼咱做伙来试看麦。好。
问这是什么？钓钱。钓钱。嘿。啊，那是那落落来就会去钓的那几款吗？这里在这边，刚才在这里在这区第二排在。找找我们的小编在哪里？小编，你为什么一个人在这里？我原本想要跟小朋友一起练习明天要怎么抬轿，结果你的老师们呢？他们都回家吃饭了。我们回来的时间太晚了。那你现在怎么办？我只能明天直接上场。好可怕。你觉得你可以吗？我觉得我不太可以，但还是要加油。加油。我相信有配套的心要推送给各位，请要看到节目的最后最精彩的地方，我们就准备最之前呢、啊，巧遇了一群要放烟火的人，他们准备了超级超级多烟火的。老人，老人，老人哟！
真的很害怕。小编不行哎，小编没有做好准备，小编还是很紧张，我还是很害怕。等一下，一定会把你送出去。不可以。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支持小编。